海有一个统治东海的女王，因为女王的肚子很大，大家都称呼她为肚子大大女王。最近女王的肚子变得更大，而且脾气也变差，身子一挥就会卷起大浪，还把她的海洋子民都关起来，不准大家出去。大家都说女王被诅咒了。今天因为是女王生日，所以大家都来祝贺。拿走！哎呦，女王的肚子这么大，一定是怀孕了。恭喜女王就要生小宝宝了！耶！我今年才280岁，单身，也没有男朋友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怎么可能怀孕啦？可恶！哎呀！掌声！谢谢4年级精彩的表演。